参观一下厨房。啊，我们去厨房好。好香的。做个饭。嗯。那个吗？啊？我要参观。他是谁？他是那个什么戏里面的道具叔叔。戏里道具叔叔啊。厨房的话，你是坐哪个呀？这是有你的椅子吗？这全是我的椅子，连桌子都是我的。连桌子都是你的？你在这儿吃过饭吗？吃过，但我是演戏。不是真吃，是假吃。是演戏要怎么吃啊？你就假吃以后，然后真吃以后，拍摄是真吃，但是真吃完以后吐碗里就直接吐过来就吃了。你去过厨房之类的地方吗？我不能去厨房，妈妈说了不能去厨房，去厨房危险。去厨房危险啊？有锅人烫着我呢。啊，那这边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爸爸的厨房。这是爸爸的什么？爸爸的书房哈。书房。这把椅子是谁的呀？这个椅子也是爸爸的。你坐过吗？我坐过。那你要不要现在坐坐看？现在还没到工作时间，到工作时间我在工作才行。嗯，我们假装在工作好不好？不行。